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达勒姆地区以北卡研究院为基础，以翻过历史新的一页，成长为一个技术热点地区。今天在这个地方，来自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的学生聚集一堂，参与 CEO 对话。这次论坛的嘉宾是两位公司再造大师，其中一位是乔丹·贝修恩，他作为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 CEO， 带领大陆航空公司从困境中走出来，并成为行业中的第一名。在对话中，您将会见到迈克尔·博斯诺，最近合并总值260亿美元的新公司霍尼韦尔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和所有大型复杂并购类似，我们现在正处于业界巨变之中。下一步，两位 CEO 将走向更为辉煌的未来。有请我们的主持人，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资深分析员杰夫·弗林·菲尔德。谢谢大家，欢迎参加 CEO 访谈。现在请大家设想一下，设想自己刚刚被任命为一家大公司的 CEO， 听起来真棒。现在设想你上任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说服你的经理们、你的员工、你的客户和你的股东们，在今后的几个月里你将继续经营一家真正健康发展的公司。你要说些什么？要做些什么？如果公司再造不像老生常谈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役，你该怎么办？这也是今天的两位嘉宾乔丹·贝修恩和迈克尔·博斯诺曾经面临的难题。乔丹·贝修恩是大陆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迈克尔·博斯诺是麦克维尔国际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大家一会儿可以看到他们两位的性格完全不同，他们在不同的行业中工作，但是他们的人生历程有许多重合之处。大陆航空公司是霍尼韦尔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另外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位都是在公司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接管公司的。这个时候接管公司不会期望得到别人的祝贺，而是别人真诚的同情。最近霍尼韦尔和联合信号公司合并成为一家价值260亿美元的庞大公司。现在迈克尔·博斯诺的任务就是将两家公司的文化融合成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新文化。我与迈克尔·博斯诺对话稍后进行。现在我们先和乔丹·贝修恩对话，他是大陆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他所遇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说服董事会让他成为 CEO， 而且第二项任务就是找到某种办法尽快接管当时美国最差处于破产边缘的航空公司，并且使它生存下来。在管理公司的第一年内，乔丹·贝修恩使亏损2亿美元的公司获取了2亿美元的利润，而且他使公司在客户满意度方面名列行业榜首。目前乔丹·贝修恩非常了解航空业，因为他的知识是从传统开始，从最底层积累开始的。见到你，很高兴先生，祝你旅途愉快，感谢你与我们同行。这位先生，新大陆航空公司的成员，在工作时你会认为他正在为德克萨斯的州长服务，你们工作得很出色，而不像在经营一家大型航空公司。无论有无摄像机，大陆航空公司董事长兼 CEO 乔丹·贝修恩经常出现在休斯顿的乔治·布什国际机场，他或者忙着装包裹，或者检查最新的设备。你工作很卖力，你的工作很出色，这就是乔丹·贝修恩管理哲学的一部分。part of Bethune's management philosophy that happy employees do a better job for the customers, which in turn boosts the bottom line. There are no successful companies that don't have good products. 愉快的员工为客户
提供更加的服务，这样就会增加公司的收益。而且大陆航空公司按照乔丹·费希恩的决定，给员工相应的物质奖励。当公司在准时方面做到第一时，奖励50,000名员工每人每月100美元奖金。如果公司排在第二或第三时，每人可以得到65元美元奖金。在另一项深受欢迎的激励措施中，拥有全勤记录的员工，如果在大陆航空公司一年两度的评比中获胜，公司就有9辆崭新福特探险越野车作为奖品奖给优胜者。今天我骄傲地宣布，由于在座诸位的努力，大陆航空公司的业务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出众的成绩。当乔丹·费希恩夸耀大陆航空公司在各个方面都蒸蒸日上时，他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支持他的说法，那就是公司在过去5年里每季度的盈利记录。大陆航空公司4年里在长途旅行客户满意度方面连续保持第一。这家公司已经从最差的公司转变成为在各个满意指标方面均列第一的公司。这不仅包括员工客户所使用的衡量指标，而且包括金融投资者所使用的衡量指标。大陆航空公司成功的基础就是正确的做事。目前贝希恩和他的雇员之间的关系是开放互动的。在贝希恩就任 CEO 一年后，大陆航空公司心怀感激的员工就给他送了一个意外的礼物，他们说大吃一惊，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摩托。贝希恩在他将近60的时候，从某些方面而言不是一个能挽救大陆航空公司的最佳人选，他是伴着飞机长大的，从小就驾驶父亲的农田播种机。他的父亲想让他成为一个飞行员，但是贝希恩不愿意。他从高中退学，参加了海军。在20岁的海军生涯中，贝希恩成为一名轰炸机导航技师。后来他获得了高中和大学毕业证书，他甚至参加了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课程的学习。离开海军后，贝希恩在航空行业开始了新的职业，然后在布拉尼夫航空公司、西方航空公司、泰尔蒙德航空公司工作。在西航工作时，贝希恩获得了飞行员的证书，后来他加入了波音公司，刚开始作为客户服务部的主管，后来管理生产737和757的客机的部门。在波音公司工作期间，贝希恩学会了驾驶波音商用喷气式飞机，现在他还经常驾驶大陆航空公司从波音总部购置的一些新式喷气式飞机。在1994年被聘为大陆航空公司首席运营官以来，贝希恩发现大陆航空公司的处境比他想象的要糟得多。As Continental's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he found the airline in even worse shape than he had feared. It's like a telephone. You know, the phone looks good, you pick it up, it's got no dial. But after convincing the board to make him CEO a few months later, Bethune turned profitable in 2 years. Bethune said he will never find the Continental's board. Bethune said he will never find the Continental's board. He'll be a man who will be safe landing. Therefore, the Continental's board will be the pilot of the airline to lift your heights for employees, customers, and investors alike.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大陆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乔丹·贝希恩，欢迎你的到来。欢迎，请坐在座位上。首先我想问您的是，乔丹，为今天的会晤你是否把座位靠背收起来了，固定死了？是的，我们准备起飞了 Jeff。 在你的人生经历中，刚开始应该是和你的父亲驾驶的农田播撒机，我们想在这个程度上是否预示着你对飞机的热爱，真正的生活是否如此？当你再回到童年，你是否会说，哦，上帝，太棒了，我的人生将和飞机紧密相连？不，根本不是。当时我真正想做的是离开小镇，而且我也那样做了。我加入海军时甚至不知道海军也有飞机，但是新兵中心的人告诉我海军确实有飞机，我曾经驾驶过父亲的飞机。前面的短片中是否有一些其他东西预示着你以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让我们推测一下，很有可能是你高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我注意到你早期的简历中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过去的经历非常坎坷。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在一次海军上士第二班的测试中，我是唯一通过考试的人。当时海军中缺少海军上士，于是我开始负责船上的电子修配车间的夜班工作。我负责第二班的工作，而不是管理整个车间。 我们从晚上七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很愉快，是因为和朋友们一起工作。不过我们的任务很有挑战性，因为第二天早上飞机做好准备。我们的工作很出色，下面的事，你也知道，就是他们夸奖我，说我是一个很棒的管理者，因此他们提拔了我。我发现如果你的同事喜欢你，那么和他们一起工作就显得非常轻松。那么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是否是一位 CEO 应该掌握的一种关键方法？即当员工认识到并相信你了解他们，喜欢他们， 就比较容易激励他们呢。Jeff， 我认为有一点是你应该让员工知道的，他们是公司的一部分，是公司整体的重要部分，因此你应该公开欣赏他们的工作表现，特别是他们工作真的很出色的时候。哦，但是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中，很多时候下层的员工会认为上层的管理者是一些精英。 如果最上层的人换成是一位他们知道是在海军工作了二十年开过飞机、曾经满手油污的将一些零件从机器里取出来这样的人，有人对我说：“嘿，乔丹，你为什么这么了解员工？”我说：“我以前就是一名普通的员工。”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但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也对，事实上，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并非总能待在那个位置上。如果他们忘记了这点，对他们说，那将很糟。 甚至可能招致耻辱。不过，经常想一想自己是否升到了公司的高层。现在我们谈一下大陆航空公司。我听说大陆航空公司曾经是人们谈话的笑料，是吗？是的。你知道吗？你或者去死，或者乘坐大陆航空公司的飞机去纽瓦克。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哦，乔丹，我们给你一个绝佳的机遇，我们想让你管理一架航空公司，该公司可能拥有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声誉。” 未这家公司工作的员工总是将工作标记撕掉，从而使别人不知道他们在为大陆航空公司工作。那么你如何准备运营这家公司呢？他们一连二十个月都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一直告诉他们不，最后那位曾经在管理公司的人提醒我说，我并非真正的在管理波音公司，尽管我是公司中的重要人物，但我并没有真正管理波音公司。由于他知道我曾经是个驾驶员，就说如果你来到本公司，就可以成为我的副驾驶员，帮助我们扭转这家航空公司的方向，这是公司的业务运转起来。不过可笑的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所以你就现在成为了这个样子。现在让我们向律师那样来确定一下，你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善于激励他人、忠诚和热情的领袖。不过你是如何将一家既没有士气又没有现金储备，又是客户宁愿乘车也不愿乘飞机的公司变成一家全新的公司呢？ 首先，应该意识到要建立一家优秀的航空公司，公司的员工必须要有这个愿望。我们让飞机上工作的员工设计公司的飞行安排，在冬天飞往波士顿的时间与夏天飞往波士顿的时间不同。星期五晚上的飞行与星期日下午的飞行不同，因此我们让员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我们向公众宣布，我们比其他的航空公司服务好。如果员工实现自己的承诺，我们会给予奖金。 一个月65美元的奖金，不过奖金对于员工来说是公司出色的认可，因为你说可以将这点工作做好。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月65美元，而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即“嘿，注意，帮助我们，你就会得到一些奖励。”是的，你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公司曾经雇佣过律师，是从员工身上获取尽可能多的钱财。现在，公司的领导者却给他们一些额外的收入。 这表明公司里出现了一些公开的新情况，这并不是新瓶装旧酒，我们实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管理层。
你认为优秀的领导者可以在任何组织中取得这样的成功吗？绝对是。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看出我们采取的措施中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只是团结了重要的职工。不管员工做什么，你不能想当然对待他们，你应该重视他们。当员工知道你欣赏他时，他们会为你更辛苦的工作。在我们进行下阶段的谈话之前，我答应我的母亲我会问，我不知道她的包在哪里。问题是你。问题是你能否确认或者否认所有航班上供应的食品都是在堪萨斯的地下掩体里生产的，并且在生产出来时是流体食物，通过遍布全国的管道进行运输？我告诉你事实，现在我们提供的食品与过去有着巨大的不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准备食品，赢得了客户的满意。但是要在40000英尺的高空中的微波炉烤出适合你胃口的半熟的牛排是非常困难的。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这是今天早晨我在拉古纳机场的跑道上突然想到的问题。我们9:30的航班在11:05才起飞，这不是大陆航空公司的航班。我的问题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公司的文化，但是如果发生了失控的情况，正如我和数百万美国人今年夏天所经历的那样，我估计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有可能面临一筹莫展的局面。大陆航空公司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呢？从广义上说，最好的航空公司与最差的航空公司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J.D. 鲍威尔告诉你，他将我们公司列为最好的航空公司。现在这种差别越变越大。当你提到航空公司时，你是指所有的航空公司，而每个航空公司都是非常非常不同的组织。第二，航空公司不被允许，例如在拉瓦纳机场协调日程表，他们说过，他们已经安排了过量的航班，而且我们甚至不能和三角航空公司或者是美国航空公司沟通，这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我们根据乘客的需要安排航班，我们需要安排他们到达他们想要访问的地方。哦，结果是乘客们无法在8点起飞，也无法在下午5点钟返回。不过同时，先进技术可以使天空中的高速路航线与机场比以前更有效率。我们要应用技术达到更高的效率。由于纽约不会再有更多的飞机跑道了，我们应该设法使所有的飞机跑道得到最佳的利用。大家在去机场的路上总是提心吊胆，这是为什么？是的，大家所要面临的是交通的高峰期，而且交通高峰期现在有了更为广泛的含义。什么是交通高峰期？这正是我想要谈的。我们越来越多的安排每天从纽约到纽瓦克的航班，我们不刻意避开高峰期或者是利用高峰期。今年夏天我们有80%的航班都是满员，人们愿意乘坐飞机，于是我们就售票，乘客们承担10%的机票成本，将这些钱以税的形式支付给政府，以提高在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效率。他们应该使自己的钱花得值得，事实上就是如此。不过我们无法告诉公众去做什么，而且我想政府也不应该告诉公众不应该去避免。你知道，或许他们正在为政府的空中交通系统寻找一位新的沙皇。哦，麦克很快就要出场了。谢谢乔丹，过一会儿你会重新加入我们的谈话。大陆航空公司的乔丹·贝修恩过一会儿将会重返我们的节目。和乔丹·贝修恩一样，我们下一位嘉宾也是一位海军出身的人士，迈克尔·波斯诺，从安娜·波斯利毕业。他是拒绝了晋升为海军少校的任命，并且从海军退役，为霍尼韦尔公司工作。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霍尼韦尔公司。1993年，他升任 CEO， 在与联合信号公司合并以后，他依然是新公司的 CEO。这看上去像第五大道，但是这里纽约那条辉煌的大街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这是明尼阿波斯利较为混乱的菲利普区。到今年为止，霍尼韦尔的总部在这里已经矗立了将近一个世纪。现在霍尼韦尔老楼的旁边新建起了波特兰区，这是一片覆盖两条街道的住宅建筑群。你好，我是迈克尔·波斯诺。How are you? Hey， 你好，我是迪夫。Mike， 你好。How are you? Hi， Steve， how are you？
这是迈克尔钟爱的项目。作为霍尼韦尔的董事长和 CEO， 他来到这儿视察工程的进度。哦，太棒了！我说，看到这些建筑连成一片，多么令人高兴。当去年霍尼韦尔与联合信号公司合并以后，迈克尔·波斯诺将公司运营部门转移到位于新泽西州博瑞斯镇的原联合信号总部。我带你参观一下自己上次离开以后出现的一些新东西。好，迈克尔·波斯诺对原来的邻居有着很多美好的回忆。他在霍尼韦尔公司工作了30年，在1993年成为原霍尼韦尔公司的 CEO。在波特兰地区，迈克尔·波斯诺遇到了一位新的房主，这位房主是霍尼韦尔公司的前职员，他记得这位朋友非常平易近人。人们经常看到他在餐厅里用筷子进餐。在波特兰区的住宅里，许多地方都用上了霍尼韦尔的传统产品，例如空气清新剂、恒温器以及安全系统。在与联合信号合并以后，霍尼韦尔成为一家多元化的科技公司。新公司的40%的产品是航空用品，主要是商用用品。几乎涵盖了飞机上所有的东西。霍尼韦尔公司的另外一个关键业务是原联合化学公司的一些业务，如电子器材、化学用剂以及冷却剂等。现在霍尼韦尔公司40%的收入来自于服务，例如执行活动，这类业务的利润很高。由于麦克·波斯诺的努力，麦克威尔公司将全球扩张作为工作的首要重点。他曾经在5个国家生活过，会说4种语言。He's lived in 5 other countries and speaks 4 languages. He's a very good leader.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不是吗？他有着出色的全球战略眼光啊。现在，新的霍尼韦尔公司已经逐步成长为一家高科技企业。这些电路板将被用于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工作站。这些电子元器件工厂原来是联合信号公司的部分主业。Hello there. 还能生产手机上的线路板。很高兴见到你，先生。波斯诺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他是来查看生产流程和员工交流的。一般每星期我会来这里一次，有时来两次。在1960年代，波斯诺一位军人外科医生的儿子将自己的命运和海军联系在一起，被选拔到安纳波斯利的军营。越南战争中，他在驱逐舰队服役，并获得了战斗勋章。他的爱好包括潜水和钓鱼。我将甲鱼饲料投入水箱中。看这家伙怎么吃东西。他非常热爱大海，但是自公司合并以后，波斯诺发现自己正在逆流而上，而且最近华尔街也不友善起来。尽管刚开始被一些人认为是天堂中的合并，但是很快新霍尼韦尔公司似乎进入了波涛汹涌的激流。在2000年初，就在向华尔街保证所有业务进展顺利的几个星期之后，霍尼韦尔公司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和现金流量。接着，霍尼韦尔公司调低了下一年的预期年增长率以及每股收益率。证券分析师说，波斯诺使他们大吃一惊。波斯诺没有完成目标，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没有达到目标。1994年，他是合并前的霍尼韦尔公司的 CEO， 波斯诺遇到了同样的危机，公司陷入了停顿，公司股价不断下跌。我们从1994年的失望深渊中走了出来，到两家公司合并的时候，霍尼韦尔公司股价上涨了5倍，我们的工作非常出色。我们处于艰难合并后第一年的起始阶段，公司面临太多的变化。我们目前的工作是确保合并后公司的各项业务保持恢复到原有水平，不过那只是表面镀金而已。从现在起，波斯诺就在重点实施他的点金术，使新的规模大的霍尼韦尔公司成为21世纪全球企业中的典范。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霍尼韦尔国际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迈克尔·波斯诺。见到你很高兴，谢谢。我们前面谈到了乔丹·贝修恩在海军中的经历，你离开原来的生活方式加入海军，是否像一则老广告所说的，是为了周游整个世界呢？哦，这种说法很有趣。我一直想去海军学院读书，那是我少年时唯一的追求。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问题。你知道，你并不是一家公司大老板的儿子，那可是通向公司管理高层的快车道。你也没有从一家著名的商学院获得 MBA 学位， MBA 可能是也不可能是一条捷径，我们以后才能确定。
你加入了霍尼韦尔公司，在你在霍尼韦尔公司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你一生中最关键的某个时刻，可能在某个时候你的头脑中会出现一个想法，哦，我可能在未来某一天管理这个公司。在你的思考中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确实有这样一个目标，我可能这样说，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在我第一次去明尼苏达去公司总部之前，我已经在公司中工作了18年，因此可以这么说，我是霍尼韦尔公司自身文化的产物。后来并没有多费劲儿就融入公司的文化，不过来到明尼苏达并且适应了公司的文化之后，我感到很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可能要求你进一步的坦诚，在你拥有了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当你来到公司总部，你是否观察周围的同事并考虑，哦，我想别的人也在通往顶峰的道路上，如果我要在某个时候获得最高位置，我就应该比其他人更优秀一些。哦，当然了，这很自然，所有的公司都有一些接班人竞赛，无论这些竞赛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你的周围都有许多同事，他们很优秀。但是我想有些时候你会和一些视为竞争对手的人一起工作，你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我认为已经和同事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这种工作关系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的时候，并且我认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以及适合这项工作的资质的一部分是可变化的也可保持的。尽管你所指的工作环境充满挑战，你的最佳策略是将工作做好。在公司接班人的选拔方面，肯定会出现一些称之不自然的行为。不自然的行为是，哦，是每个人试图保持他们的决定权或采取行动的权利，这些行为是否既对自己有利同时又对公司有利呢？但是公司里有一场接班人争夺战，我猜想霍尼韦尔公司有3位竞争者。是的，有20个月吗？是的。好的，当公司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或者另外两个人中的一位将成为下一位 CEO 时，你如何保持心情平静、亲和友善，以及工作会有成效？首先，我们3个人都有艰巨的工作要完成，我们都负有对顾客的责任，我们都负有对员工的责任。我的意思是，首先我应该全力以赴地将我的每天工作做完，并且是一间不自然的环境中完成自己的工作的。于是你获得了这个职位，现在就是公司的领导者，你在管理着这家你已经工作了30年的公司。成为 CEO 以后，并非每一件事都令人振奋，是吗？我认识到2-3件事。第一，这家公司已经有108年的历史了。第二，这家公司对成功早已习以为常。第三，这家公司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新的改变。作为一个领导者，你如何让员工真的理解你上述的想法呢？是这样的，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确立传达出一种非常清晰的信息，使公司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远景。即使客户满意、利润增长、领导地位和市场主体地位都不变，另外我们为自己确定进一步的目标。这就是你的事迹和乔丹·贝修恩一样被收录了一本名为《东山再起 CEO 如何拯救公司》的书中。现在让我们开始关注当前的情况，讨论一些新的战略。很长时间以来，你一直是华尔街所钟爱的企业家，他们非常喜欢你。今年夏天你受到了打击，这些打击是什么呢？华尔街的分析师也对你不满，他们怎么认为的呢？But because of a miscommunication or something, the Wall Street analysts really turned, they were not happy, were they? Not at all.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And they were really unhappy. 他们真的不高兴。他们是非常不高兴。真的很不高兴。他们也采取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这种不快。是的，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你也承认了，你曾经有过将一个公司全面改革的经历。现在，在新公司面临新的情况时，你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你将如何向华尔街解释这一切？上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例如收入预估偏差和沟通工作的欠缺。首先，你是否要承认某些方面确实出了问题？
哦，确实是的。我认为不承认这些事情将是一个比较愚蠢的做法。在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里的一天，即七月十日，我们也向所有的人解释我们对2000年的期望过于不切实际的原因。我认为我们陷入两公司合并所带来的狂热和欣喜之中，因此坦白地说，我们低估了第一年完成公司融合任务的难度以及所有这些事情对公司收入的影响。因而公司业绩增长了14%而不是17%。但是你是因为增长受到惩罚，还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你也知道，新闻界总是对政治家说，嘿，重要的不是错误，而是你要如何对待错误。是否是因为公司预测有点短视才出问题的呢？哦，是的，这些都是原因。还有整天应付不完又难以应付的电话， CEO 们经常打的电话。当我们发现公司第二季度的收益非常糟糕，远远出乎我们的预料，我陷入了迷茫，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情况究竟是什么。向公众说我们将完不成预期收入，哦，顺便说这是一些原因，这样做只会使我们蒙受更多的耻辱。你可以将这些材料拿给银行看了，那是一次很艰难的电话通话，后来证明那是一个正确的通话，但是过程非常痛苦。我在个人名誉和政治方面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事件中，那是多年以来泰利农危机，主人公是强生公司的 CEO 贝克先生，他曾经改写了商业管理的许多准则，他不得不站出来对外公布真正的坏消息。他站了起来，对员工及所有的人都说，哦，我们应该公开一些。当霍尼韦尔陷入困境时，哦，我们现在就在处于一种困境，回忆班级 ABS 系统的召回情况。好，我想你确实非常坦率。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让我们先暂时不用考虑公众，你就不必说些套话了。你如何应对公司的员工？你肯定会为公司的命运担忧。哦，我认为对于所有人而言，公众的安全都是头等的大事。本迪斯是一个优秀的、令人尊敬的品牌，这个品牌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以优秀的优良品质而著称。现在我们发现了一种情况，即在这些刹车系统中的我们一些电子控制装置显示从车轮获得的信息时常中断，于是我们做出决定，我们要对公众公布这一情况，并召回所有的300,000套刹车系统，不管他们是否存在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在我的观点中，一次事故也嫌太多，你当时需要多方权衡，而且你还要绝对是。最后我们请回贝修恩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曾经说过，对于一个 CEO 而言，十年是非常漫长的，迟早我们会发现自己变成了恐龙。而且你说，当你作为 CEO 时，你希望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种迹象的人。现在你是否发现侏罗纪公园就在左右的迹象呢？哦，我要说的是，这可能要取决于每一周每一天的工作，但是我一直都在为事物变化的速度而感到吃惊。我经常走出办公室和我们一些电子工程师交谈，与我们的程序员交谈，可对他们所用的新的词语，有时我几乎无法理解。我可是拥有一个电子工程学文凭，而且我的一生都是与计算机和控制程序连在一起的，因此有可能在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侏罗纪公园的一些迹象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好了，现在我们要请回乔丹·贝修恩回到现场，进行你们两位之间的对话。乔丹·贝修恩先生，请重新加入我们的对话。现在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是他的一个大客户是吗？他们卖给你们一大堆产品，而且你又是他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哦，你说太对了。哦，不过你们也是兄弟，是吧？你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了。也并不太长，但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想法是一致的。而且你也知道，麦克经营着一家非常好的公司。作为这家公司的客户，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当他邀请我进入公司董事会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在霍尼韦尔公司所做的许多事情我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和航空运输有关的事情。
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们两位都被公认为卓越的销售大师，乔丹·波斯诺先生成为卓越销售大师的原因是什么？好，麦克有着非凡的才能，给人以信心，以让别人理解他所谈的重点。他对商业的核心驱动因素理解得非常深刻，而且他还具备出众的组织管理才能。他能够将两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公司融为一家$260亿的巨型企业集团。他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自信。是乔丹成功的原因是，我认为乔丹主要的才能之一是他的坦诚。我想我很愿意乔丹作为一名同事以及董事的众多原因之一就是，无论我从乔丹那里听到什么，我都知道那是为家修饰的事实。他会告诉我他真的感受以及他对于我们做事正确与否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也是一名董事的职责。我想用一些时间探讨编一个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进行正确的并购。那么先让我问一下基础性的问题，根据你对航空行业未来趋势的估计，是否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航空业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整合呢？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Jeff， 我想你也知道，在美国应该有多少家航空公司？现在全国有10家大型航空公司。不过这可能不是正确答案，应该有一家吧。我想如果那一家是大陆航空公司的话，我会回答是的，那是个好答案。那么让我更加直言不讳，西北航空公司在你的公司具有控制地位对吗？他们是通过信托，而且他们都没有投票权。不过我们两家公司之间有一个大型的营销协议。想维持这种关系吗？对，实际上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如果三角航空公司控股西北航空公司，这将出现什么情况？我只说祝三角公司好运。你真的会这样做吗？不，我的意思是说，首先我试图将西北航空公司和我们的公司同化吸收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两公司中的一家必须分离出去，那一定是我们的公司。现在该探讨你的事例了。我是想纽约时代将你的公司与联合信号公司的合并描述为天堂中进行的合并，你现在是感觉到仍然沉浸在极乐世界的幸福中吗？还是觉得面临更多城市的烦恼呢？我的意思是，在这次合并中，你目前正在全力解决的是否是一种公司文化的困境呢？我认为是一种困境。我认为它是一种挑战。我们从开始就宣布，新的霍尼韦尔公司将不会是老的霍尼韦尔，或者老的联合信号公司的衍生物。并且我们会惩罚那些不努力为公司创造新文化的员工。我们在节目中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邀请当地商学院的教授对嘉宾提问。这个问题是来自阿兰·林德，是一位工商管理教授。你们两位都谈到了领导才能，我想问的是你们如何激发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和忠诚。让我来先细化一下这个问题，工作的关键是否是奖励员工，或者是让员工感觉到他们是团队的一部分，他们愿意听从团队的安排吗？两者之中有没有哪一项更重要呢？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很重要。首先是沟通，告诉员工有关公司绝对坦诚直接不加修饰的真相，以及公司正在采取的各种措施，而不应该是公司管理层躲进密室讨论，不让员工参与。这也是我们举办城镇会议、各种午餐会，以及采取各种沟通方式的原因，让员工们参加进来。公司的雇员都是性情非常开朗的人们，只要他们知道漫长隧道尽头有胜利的曙光，而且管理层真诚对待他们，他们就会很高兴。毫无意义，大家都曾经观看过橄榄球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前，队员们都要紧紧围成一圈，是吧？哪些人围成一圈呢？我并不仅仅说的是那些著名的选手，球队的每一位选手都需要知道怎么完成比赛，那就是在沟通大家共同面临的逆境。在我刚加入大陆航空公司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要做出许多非常艰难的决定，不过我们和员工坐在一起，共同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员工们理解了我们需要解决的难题，就和我们一起努力。我想这个问题去展开一下讨论，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我和 CEO 对话时，我欣赏是我没有涉猎过的一种文化，这对于我和我的孩子而言都是一件幸运的事儿，因为我有可能免费得到知识的营养了。但是这也给我清除我脑子中那些定式的思维方式，其中的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我经常认为一些人们之所以要将公司合并，是因为他们总是以为从基本的商业方面考虑，企业的规模非常重要。
如果他们能够运营一家300亿美元的公司，就比运营一家100亿美元的公司感觉要好得多。促使他们提出解释的原因就是，最新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有一篇文章揭示，很少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公司的扩张从实力上是公司运营的结果。我认为这种观点太轻率了啊！这规模确实非常重要。我指的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本质在于你要知道你有多少跑道或者你的飞机要有多大。所有的这些自身的特点，别人根本不会在乎。有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西北航空，根本没有大型客机，也不开展国际飞行业务，但是这家公司已经成功经营了25年。哦，那就是有时候人们进行合并是为了扩大规模。那这么一来，你和你的公司分量就重了。其实那种合并有时候并没有多大意义，是吗？哦，有关企业合并的数据显示，在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公司合并的数量是趋于下降。是谁我说不定，但统计数字会说明问题的。下一个问题来自麦克·布瑞德利，他是 FM 科比的金融学教授。这个问题主要是对贝希文先生提出的，不过请自由参与。股票市场对航空业所宣布的一次合并有明显的积极反应，你是否认为这表明市场期望航空业在未来有更高的航空率或者更低的运营成本呢？我认为他们期望航空公司拥有更低的运营成本，在市场通过合并一些整合效应。MBA 们和一些商业模型很适合此类工作，可以将二加上二，最后得到5这样的结果。真正的困难是如何让这家公司的10万员工与那家公司的5万员工愿意使公司顺利合并。华尔街在说，哦，我们认为航空业的方向在不久的将来乘客们会满意。我们所处的行业是经常变化的，我说过我们实现了80%的乘客率，今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实现了这一业绩，这个数字非常高，市场中有许多需求。很明显，你可以提高机票价格获得更多的钱，运载较少的乘客，而且工作量也会大幅减少，这是市场运作的规律。因此我认为由于10家航空公司的激烈竞争，目前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你知道我真正想做的事是请你解释一下飞机票的定价机制，不过我明白这是一小时的节目。你说的很对，我们要讨论最后一个话题是为客户服务。如果每个人都明白要为客户服务，为什么这个商业世界的每一个区域客户的不满意程度我以为都是如此之高，是因为服务质量下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不能确定客户得到应有的服务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为客户服务确实是企业要做的事情。我想我们有可能过多的采用电子辅助工具，使我们的业务非人工化了。大家知道客户总是在电话中得到指导，客户想和一个真正的人交谈，解释他的需求，得到那个人的反馈，而不是机器。而且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在其他一些行业中发现，让作为客户的我感觉不快的做法，坦白地说，那是我意识到要采取措施，确保类似情况不会在我们的公司出现。这很令人受到鼓舞，我们应该专门来讨论一下。你们二位是否都经常亲自到市场中去，回到公司对员工们说，哦，这是我所接受到的待遇，让我们一起来努力，保证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我们两个都这样做过。我们在自己的公司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讨论不要问客户想要什么，因为那样一来你会得到一大堆要求，而是要问他们想要什么，并且愿意支付相应的价格。这样我们可能只得到仅用一张纸就能列明的简单需求单，最后我们应该每天努力工作，满足单子上的需求，对不对？因此我们必须打消客户不切实际的期望。我认为在许多方面客户的期望总是比较不切合实际，我们要确定他们应该得到的相应的服务。下一个问题来自威廉姆斯·鲍丁先生，他是市场营销学教授，而且他说他的问题是对你们两位提出的。你们二位都一直在既有顺利也有不顺利的情况下领导着你们的公司，在可利用资源方面以及不同时期激烈压力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我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你感觉到贵公司在为顾客提供创造价值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我认为我们公司在为客户创造价值方面
内一直在取得进步。我认为这不是一件有开始有结束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有客户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客户创造价值，即使是在一家失败的公司中，而且关键是客户的需要以及愿意支付的价格，他们应该得到的可靠的服务。你能不能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获得客户的直接反馈，得到经过计划的、统计的、量化的客户反馈。因此，我们并不是坐在我们的象牙塔中说，哦，顾客是满意的或者不满意的。我认为，从顾客的直接反馈联系到我们应该如何改进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好，谢谢。下面我们要请观众中未来的 MB 提问。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的一些背景介绍。这是国内顶尖商学院的最年轻的商学院之一。富卡商学院成立于1971年，当时有12名学生，现在大约有700名全日制学生在这里学习，其中25%的学生是国际学生。这所学院是以著名的工业家 J.B. 福卡的名字得以命名的，在商业周刊排行榜上目前名列第7位。现在就请下一代商业领袖向我们的嘉宾提出他们的问题。请注意提问时，请说你的名字和问题。你好，我的名字是维克·德维斯蒂。根据你们职业生涯中的个人经历，你们认为是哪些重要的个人品质帮助你们获得了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善于交际的能力，或者是让每个人都喜欢你的能力，或者我猜测甚至在激烈的竞争中采取别人无法做到的一些措施呢？这位先生提的问题要比我直率的多，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我是这样回答的。首先，一个人要思考未来，有长远的理想，在选择的道路上，我想位于哪个位置，我要怎么做才能到达那个位置。第二点，要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我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 CEO 如果不能与公司的员工有效的交流，就不能成功的运营这家公司。因此，思想交流能力、人际交往技能、个人的信任感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在公司中没有信用，我就毫无价值。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乔丹，你如何呢？我认为麦克说的非常正确。我认为这位先生想问的实际是成功蛋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认定是某些原因，那么整个事情都会随之变化。因此，并不存在一项最重要的原因使我成为我，或者使你成为你。麦克所谈到的所有方面都是成为一位领导者的重要因素。有一种因素是人们经常提到的，我想询问一下，在一些时候你们是否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冷酷无情，也就是说你明知会伤害员工还会做。那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职责。我是指在这次合并中，我们公司要辞退10,000+名员工，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决定。将我们的总部从居住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明尼苏达州的阿明阿伯斯利迁到新泽西州的莫瑞斯城，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决定。我认为冷酷无情不是一个合适的用语。我认为如果一名外科医生取出一个恶性肿瘤，这确实有点痛苦，但是这样做对病人非常的有利。所以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对我们做的事情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如果我们让个人的情感控制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可能陷入无尽的深渊。晚上好，我是瑞克阿古兰。杰夫，我实际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伯诺斯先生的，你能解释一下领导与管理的不同吗？第二个问题是问贝修恩先生的，你能描述一下当你刚进入大陆航空公司，你的领导风格是什么？谢谢你。问的是领导和管理有什么不同？我这样来区分这两个行为。我认为领导是做正确的事情，管理是正确的做事。请相信我，在一个组织中做正确事情的领导与正确的做事的经济有着巨大的不同。我认为应该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说说你刚上任时以及目前的情况呢？举个例子，作为一名飞行员，你驾驶的飞机在1000英尺的高空突然遇到一个气旋，
鸡头冲下，这时候你要思考两个事情，让机翼恢复水平并且恢复飞机的速度。你还要集中精力思考飞行的目标以及如何飞到目的地。不过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在我刚上任的尝试期里，我们所做的工作类似于恢复机翼和飞行速度，而且还要思考公司发展的方向，结果我们向正确的方向飞行，使飞机恢复到所需的高度和飞行速度，而且确保操作稳定。你的名字和问题。你好，我是芭芭拉。我听到你们两位都比较强调许多无形的东西，例如公司中的信任、沟通和激励等。实际上，你们还要经营公司，你们如何平衡并且权衡这两件事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家公司要有具体可量化的业务目标，因此我们将许多明确的计划放在一起，例如财务计划、发展计划、资本收益计划、投资计划、有序排列计划等。这样一来，每位员工都有一副清晰明确的路线图，知道我们在一定时期如何从 A 点走到 B 点。在我看来，正是那些无形的价值填充了我们公司的空间，这样就是公司具有一种性格、一种文化、一种热情、一种方向感和责任感。如果一家公司要长期繁荣稳定，必须要使以上的定量化和定性化的措施与规则融合在一起。我们曾经在六年里使用同一套商业计划，该计划有市场战略、财务战略、产品战略以及人力资源战略，而且我们将每年的年度目标通过这四个范围清晰地表达出来，那有点像祈祷文。不过这是我们公司每年最重要的连续行为的导向图，按照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功能明确列出相应的目标以及要采取的行动措施，因此这份导向图非常容易理解。公司的每个人都明白我们的行动方向，他们也知道我们如何实现目标和他们各自的工作以及应该做的贡献。我叫杜鲁门·西曼斯。当你们看到出现大量新一代的公司以及新一代的商业领导人时，你们认为哪些人是真正出类拔萃的商业领导人？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商业领导人所做的一切显得如此重要呢？好，我想先谈一下技术问题。新兴技术通过改变我们业务的流通渠道，从而改变了我们的行业。不过我们还无法通过电磁波将一个人运输到别的地方，因此我们的强项正在于将乘客运送到亚特兰大或者是波士顿。从性格这个角度，我比较欣赏那些面临非凡挑战的人士，例如思科集团的钱伯斯、迈克尔·戴尔，或者建立类似于 NB 健康网站的创业者等。这些人士怀抱整合各种医疗资源的理想，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业务，最后建立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认为在当今令人热血澎湃的新经济时代，每天都可能出现这些挑战。新兴公司发展得非常迅速，技术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的变化。你今天制定的战略，在被其他决定取代之前，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们被实施，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着迷的世界啊。你的姓名和你的问题。我是詹妮弗斯林。博斯诺先生，维尼诺尔公司在燃料电池和其他技术方面进行的投资不会给公司带来近期收益，你会采取哪些特别措施来支持公司的文化，既鼓励在长期技术方面的战略投入，又要平衡近期股东们对投资收益的要求？好，问题提得好极了。像我们这样拥有丰富技术资源的公司，会有大量类似于你提到的动力传输设备等极好的商业创新，如微型涡轮发电机，商业前景十分看好。我们在公司内部成立了风险投资公司，也形成了一套商业计划。这些商业计划包括一个3年的周期、一个5年的周期和一个10年的周期。我们试图将短期投资收益与类似于动力传输设备和燃料电池等在将来可以成为公司长期收入来源的长期机会有效结合起来。因此我认为我们公司里面有着非常健康的文化，可以支持这些机会的实现。乔丹，你从事的行业中是否也有类似
目标的机遇呢？我甚至不知道那些机遇会是什么。你是否在期待能承载800人的巨型客机呢？我们不是飞机的设计者，尽管我们为飞机制造商提供市场的信息，告诉他们我们期望使用哪些飞机有经济效益。因此，不错，我们在塑造未来。但是事实上，飞机方面的技术是跳跃式的发展。你知道，我们在波音的旧时光，让我们知道实现技术的目标非常的困难。Good evening. I'm Erin McCormick, and Irene McCormick. 我想冒昧地问两位绅士，不知能否告诉我们你们曾经犯下过重大错误的情况，或者你们在成功的职业道路中所遭受到的失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第一任妻子。Michael， 你先来。你怎么会首先想到那件事？我想还是再回到我们所经历的往事。我认为我告诉公众关于霍尼韦尔公司和联合信号公司合并的期望是过于雄心勃勃了。我们必须咽下大量苦果才能从中恢复过来。我们确实是那样做的。你犯了错误又站了起来，并且继续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一旦出了错，我们做事的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或价值就降低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不承认、不分析、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你知道，这就是有这么多合法的 U 型转弯的原因。而且社会上还有如此多的离婚法庭，人们随时都可能犯错误。犯错误时要做的就是及时纠正。如果你走错了道路，说喂，我们错了，让我们赶快回去。我认为没有人不曾犯过错误，我总是犯错误。经常有人帮助我们识别错误，并且阻止我们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好，我想我们不能再就最后一个问题继续回答下去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谢谢杜克福卡商学院的每一位师生的出席，谢谢两位 CEO 大陆航空公司的乔丹·贝修恩和霍尼韦尔公司的迈克尔·博斯诺的光临。如果这次英才的聚会能够促进这个世界上产生更好的商业机会，就实现了自由对话的宗旨。我是杰夫·格林菲尔德，谢谢你们，再见。To learn more about CEO Exchange, visit PBS Online at the internet address on your screen. To order a video cassette of this edition of CEO Exchange,Call PBS Video at 1-800-PLAY-PBS and request program number 106. Until we find out a way to fly through a storm with a structural integrity, it ain't going to happen real soon, probably not in your lif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wait the storm out. We looked a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we said, how can we serve global customers better? So if I know what it is that you think is successful, I could probably think that it's good, but I don't know what it is.With that technology, we can expand the market dramatically. You're an employee of Continental. We're going to treat you the same way every day, not hot one day because we went to an HR conference. Clearly, the future is being able to integrate all this capability around the world and do it better than the market. You do those better than all these other guys, and you'll get this guy. I think it's 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is guy said, you know, we fly 4 million people a month. We've got to screw somebody up. I said, it was your turn.